浓香森他家这个原色的开心果，我这一罐是一斤，然后咱们打开看一下它有多少。咱们到这个盘子里看一下，它这个是没有经过深加工的，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啊。我的天呀，这个好多呀，咱这个重量净重是一斤，不包含这个罐子，也不包含这个干燥剂，姐妹们啊，它这个都是自然开口的，轻轻一拨就开了，它这个都是熟的。这个开心果我觉得是咱们过年过节必备的这个小坚果呀，这个吃起来很香，这个都是精选的果。嗯，我觉得这原色的比那种漂白漂白的那种的好吃，这种的就是它这个自然成熟的颜色，特别香。嗯，每一个都有小开口，就这么轻轻一掰就行。你看它这个量啊，真的多，满满登登这么一大盘子，而且它这个果仁真的很饱满。特别香，而且这个开心果寓意也特别好，预示着咱们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过年过节家里边最不能缺的就是坚果类的小零食，因为开心果都是每年必买的，这种的还比较方便储存，你吃不了了就这样扣上就行了，它也不会说那个受潮。这个真的很香，这根本停不下来呀，这就是比瓜子好吃啊。它吃起来是咸香口的，不会很咸，就是刚刚好，都是这种自然的小开口。茶余饭后咱们来点这个小零食，唠唠家常，多么的惬意，非常的好掰。你就几岁的小孩你自己包都没有问题。嗯，而且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啊，咱们这个都是精品的管，这个必搂的。